梨膏棒棒糖，姐妹们有没有家里面的小孩子比较爱吃糖的，然后咱们又不敢给他吃很多糖，咱家的棒棒糖里面是用了梨膏跟冰糖制作而成的，它吃起来是清甜的味道，不是那种齁甜的，然后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梨味，梨膏就是用梨汁做的，吃起来很好吃，如果孩子想吃的话咱们可以给他吃这个，每一个都是这种小卡通的形象，特别好看。初级的蛋白棒来活动了，姐妹们现在到时候给咱们发两盒，这个是莓果味的新口味，这个很好吃，吃一口真的很满足，里面还添加了深海鱼油，看这个大厚气，很多层，这是巧克力的，太治愈了。老解馋了。三只松鼠的大羊毛，姐妹们之前都是给咱们发50根的，现在是给咱们发63根，没有任何套路，跟以前的品质大小都是一样的。真材实料，它是有真实的鱼肉添加的，里面添加了大于等于50%的鱼肉，然后添加了 DHA 藻油，你看它 QQ 弹弹的，吃起来又鲜又嫩又弹还不腥。像这种高钙高蛋白的东西，咱们可以给孩子当零食吃，不光孩子爱吃，咱们自己也爱吃，或者咱们自己追剧吃，咋吃都不心疼了。到手一共是500多颗，63根，前两天已经断货了，趁着还有货咱们赶紧去囤，太合适了。高蛋白小零食蜜汁肉脯，配料表是猪瘦肉跟鸡胸肉做的，这个吃起来是那种微甜的口感，上面还有芝麻，你看它这个满满的肉能看得见吗，这个老好吃，磨牙小神器，这个可真的是一口一个停不下来呀。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那个某城市里边买的，它这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做的，怎么这么贵呀，那会儿比较 low 啊，还没有吃过这个，但一吃到就感觉很惊艳，很好吃。越嚼越香，就那种肉香在嘴里边绽放的感觉，这个无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，没有辣味，都是这种小块的，很香。